首先变压器给这两个风控扩展器供电，然后这个是输入，这个是一的话，后面全部是接一，都是一对应起来。控制器，这个控制器的电有这个变压器，这里供电上来，电会反着这里来，然后后面这个一正负极正带直接靠箭头，箭头是往下的，然后怎么串联呢？就是这里 out 到下一个的 in 就可以了。